这个领取口罩的方式很方便，很快捷，不需一分钟就搞定了。他们24小时开放对吗？所以我是觉得是很好，很方便我们。之后如果有贩卖这个的话，然后可以买的话也不错。你会不会怕就是不会用？啊，就是怕了，所以有人教不要紧。卡就紧张了啦，要是有你们的那些人在了，就 OK 了，就是他们会帮我们做。方便，然后蛮快的，不用排队，很好啊，我觉得这样很方便。因为我不懂得那根，我就直接拿了，这样比较快嘛，这样一根我不会还要叫人家帮忙，这样我们来到这边啊，根本都不清楚要怎样拿，需要人家帮的，老人家一定吃亏了啦。刚才也是卡住啊，卡住，他也是帮我看的拿出来。要是给我自己来做啊，卡住我就很紧张了，惨了，我不懂要怎么办了，不懂要找谁，因为英文又不大会讲啊，就惨了啊。这样有人工就 OK 了，很好。